Thank you.
身上缺了好多器官。 手的钉子，在刚刚那个人偶身上好像有看到。 Thank you.
아주 你成功了，还好我赌对了。有这个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到王金龙。这样，真的就可以救大家，救石头了吗？其实，我比你更担心。如果我可以获救，你们也可以从诅咒里解脱，当然是最好。 其实，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所以，你大概也不需要了。你走吧。 现在是2020年6月10日深夜，记者来到东湖大学女鬼桥，现场师傅正在进行开魂仪式。这起因匿名讨论板爆料、受到全台瞩目的校园暴力事件，背后隐藏一则令人鼻酸的爱情故事。
因案殉情的王姓男学生家属与陈姓女学生父母决定择日举行冥婚，完成两人生前遗憾。这场背叛朋友、选择一个人活下去的噩梦，从来没有停过。被困在桥底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，有谁可以来救我们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？现在，终于要结束了。陈星慧，你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没人在乎你，没人爱你，被所有人背叛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有一个爱你的人，一直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所以，石头，这次就换我等你。好啊好啊，来来来。哎呦，不会啦，我来。好哦，好，这个好。嗨赵星桥，好久不见。我三八话就不用说，早就听腻了。可是这么久才见到面，你就没有其他想说的话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有很多话想说，很多很多。那就慢慢说吧，在离开之前我们要尽情说个痛快。